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看《大经科注》651页，651页第一行，课题：道场绝书。那分四段菩提道场第10，念老的注解书，此品中之菩提树啊，舍利菩提树，即第41愿中之道场树啊，48愿第41愿所说的道场树，就是此地所说的菩提树。品中先贤树之广大庄严，次贤树之妙德难思，末后一段贤弥陀愿力，举国民音因果的定律，事出事法都不能超出。从因可以想到果，从果呢也能知道它的因啊，这是属于智慧的观察。我们先看第一段，讲树的量。右起道场有菩提树，高400万里，其本周围5000有弦，枝叶四部20万里。我们看注解，这段经文初学佛的人读到了，免不了有怀疑啊，注解里面呢都有解释啊，这是一个不思议的境界，我们无法用我们的常识来衡量啊，来解释。道场呢有5种说法。第一个，指释迦牟尼佛当年在印度菩提树下成道，这个地方呢就成为道场。释迦牟尼佛大彻大悟、明心见性的这个处所啊。第二种呢，指得到的行法啊，也就是开悟了、见性了，他用什么方法修成的啊？这个方法呢，也称为道场，如《维摩经》说：“执行是道场，执行。”《维摩经》上说。大乘起心论也说啊，也讲执行。师尊在观无量寿佛经，他给我们讲叫至诚心，真诚到基础就是执行啊，执行就是真诚心。菩提心之体啊，也就是真心，
也就是真如，也就是自信，它的名称很多，都是说这种事情。一桩事情说很多名相，用意是叫我们不要执着。名相是假的。啊，要知道实质，这个很重要。第三个是供佛之处称为道场。啊，像现在的寺院庵堂，只要有供佛的地方，都可以称为道场。啊，第四个，学道之处。维摩经照主，僧肇大师的注解，显应修道之处啊，谓之道场。那么这个道场就是修行、养道、学道的地方，那就是学校。啊，古时候寺院丛林确确实实是学校。啊，寺院庵堂没有一天不讲经不教学的。啊，中国的寺院庵堂放弃了讲经教学，改为经参法师法会，历史不长，啊，大概是200多年。换一句话说，200多年之前，寺院庵堂啊都讲经。一般人说了，慈禧太后之后，啊，她执政之后，因为她不重视传统文化，今天讲的儒释道，她都不重视。啊，从这种行为来看，应该是慈禧太后的文化水平不高。为什么呢？他对传统文化不认识。啊，他是满洲人、满族人。啊，他执政之后，这有大福报。对于儒释道不尊重，不像过去这些帝王，啊，清朝历代帝王，都将儒释道三家的专家学者看作老师，向他们学习。啊，最优秀的都封为国师，非常尊重。啊，所以清朝这个康乾盛世，啊，康熙、雍正、乾隆这三代不输给贞观，不输给开元。啊，我们细细看历史，有过之而无不及。啊，这什么原因？尊重传统，向老祖宗学习，啊，才有这样的盛世。啊，唐朝开端，啊，唐太宗收集在他那个时候向上2500年，啊，从三皇五帝到隋朝，啊，这个2500年古圣先贤关羽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一些教训，啊，都把它收集出来写成一本书
群书之要啊，这就是他治国的宝典啊。唐朝从帝王文武百官都要学习啊，所以成就了空前的盛世。满清一入关，他就懂得啊，中国传统东西好，认真努力学习啊，特别是王子啊，皇孙，没有一个不读圣贤书啊，所以乾康盛世将近150年。在中国历史上造成无比的辉煌啊！可是慈禧一执政，他就把宫廷里面的讲学废除了啊！中国从康熙时候开始，李潜、儒释道三家的学者不断地在宫廷里面上课啊，讲学。帝王带着嫔妃、文武大臣在受教啊。啊，这是太平盛世的由来。啊，慈禧废除之后，宫廷里从此不再讲经。啊，这个国家领导人跟儒释道三家的学者就疏远了。啊，不常有机会见面。慈禧迷信，喜欢呢亲近贵圣。叫嫁鸡孵卵啊，这些人呢走向宫廷了啊，国家大事不向这些有德行有学问的人请教，去问贵人，到最后国家亡了啊。传统文化之衰，衰在这个时候啊，这100年当中逐渐下降啊。到民国几乎讲的人都没有了，清朝末年还有讲学的，但是没有人重视，没有人真干了啊，民国讲的人都没有。清朝亡国到现在100年，啊，中国文化之衰这段历史我们要认识。啊，今天我们受这些苦难，苦难怎么来的？怎么形成的？要知道。啊，有人问我。传统文化还能不能复兴？这个关键在人。真正有人发心，认真学习，可以复兴。可是一定要知道，至少要200年。啊，不可能说在我们这一代就看到成果，啊。那是错误的啊！丢掉200年，再恢复至少也要200年啊！佛门有个明显的例子，大魔祖师到中国来传禅宗，
到六祖慧能才真正发扬光大，五代单传啊，灯火不灭，这个功德就不得了了。只要有人传，一个人都行啊。我们传统文化丢掉两百年，至少有十代了啊，能够在六七代之后发扬光大，那就不得了了啊。这个东西要真学，搞假的不行啊。真学就是要真修啊，光念不行啊，如何落实？如何将佛菩萨古圣先贤的智慧变成自己的智慧，他们的德行变成我们日常生活待人接物啊，都做出来呀、啊！没有智慧不行，有智慧才通情达理，才圆融自在呀、啊！啊，没有智慧，啊，生硬搬出来，跟这个社会大众会产生摩擦。会产生障碍阻力，这个你不能突破，那我们自己就毁掉了。啊，我们从哪里做起？从五伦、五常、四维、八德。啊，十善、五戒、十戒。要从这里做起，非常认真地做，这才能让这一盏灯不灭啊！对环境恒顺众生，随喜功德啊！一定要知道，众生对这门功课疏忽了两百年，现在让他一下就认识就相信，这很难的事情，佛都做不到啊！只有自己做出来，别人看到了受感动啊！一年不能感动两年，两年不能感动三年，三年不能感动十年，要有这种耐心啊！他受了感动，他当然向你请教啊！这就是缘成熟了啊！生硬的搬出去，缘不成熟啊！我们过去曾经在汤池做个实验，很短时期看到效果，那不是我们有什么本事，那是祖宗保佑，三宝加持，不是人的啊。虽然时间很短，昙花一现啊，但是证明了祖宗所说的人心本善，我们看到了啊，人是可以教得好，让我们自己有了信心啊。人怎么教好？先把自己教好，自己没有教好，就没有办法把人教好啊。古人有一句话，那是真理，
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。这两句话的大道理 古圣先贤教育之所以成功，这两句话他做得圆满了。现在的社会，整个世界是个病态的社会。要知道它是什么病，病从哪里来的，如何对症下药。今天沉船不是讲解，是做出来给人看。是修行的道场，这个处所呢称为道场。第五，隋炀帝时候以寺院之名，以为寺院之名所有寺院庵堂都叫道场他下诏改天下诸寺皆名道场。今经所云道场是第四个意思，维摩经上所讲的是学习的场所，修行的场所，这是道场。修行学习的场所在现在很少很少。失传太久了，不知道怎么个修法。丢了好多代了，我这一代都没学到。上一代没有做样子给我们看，他们所做的样子，金灿佛寺法会，我们只能学习学到这些。经教学不到了。现在学经教所用的注解都是前人的。黄念祖这个注解极注好。即经论古注的精华。让我们自己从这些注解里头去体会。去觉悟，在现在这个时代，实在讲也只有这一种方法，没有比这个方法更好的了。可是我们自己要去读193部书，不容易太多了。我们感谢黄念老，他用了6年的时间，193部书里头，精彩片段，重要开示，抄录下来，来注这部经。我们不要去费那么长的时间，费那么大的功夫去收集，它全给我们收集好了。所以这个注解就跟群书治要一样。群书治要只是65种里面的精华，这是193种。涉猎之广可以说是自古至今注解当中稀有的，
啊，这是针对先前这个时代。啊，唯有这个方法，才能取信于大众，才能帮助这个时代初学的人，对于大乘经教生起信心。啊，念老的用心良苦啊！啊，下莲宫会集，啊，做第三次的会集，啊，黄念老的集注，留给末法九千年的一切有缘众生。啊，真正遇到了肯学，都能往生净土。啊，往生就是大成就啊！往生到极乐世界，决定一生成佛，功德无量。变了，无法陈述。再看下面的解释菩提树，据西域记曰，西域记是玄奘大师的游记。啊，他到印度去取经，他的日记啊，里面记载，中国人讲菩提树，就是毗婆罗树。啊，印度人称毗婆罗树，佛坐其下称等真树，佛在这个树下。修定的时候开悟了，啊，禅宗里面所说的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，所以称它为菩提树。啊，毗婆罗树翻成中国的意思呢？叫道树，或者是觉树，就是佛在这个树下成道，开悟。佛在世时，树高400尺。啊，也许有人说400尺太高了，很少有这样大树。啊，当时印度的池没有这么长。啊，我们看。弘一大师律学31种里头有一篇周持考啊，他做了考证，周朝时候的尺，一尺大概只有现在的6寸。哎，所以说佛身高啊，啊1丈8了，大概现在只有大概80多公分的样子，啊，是个高个子，不奇怪，啊，所以那个时候尺短，啊，后来这个树这么多年了，释迦牟尼佛。到我们在中国历史上记载3000年了，这树还在啊！啊，佛在这个树下成道的，当然也保护得很好。可是砍伐是不能避免啊。那么到现在呢，还有5-6丈高。
五六两口，是为此世界之菩提树。我们这个世界的金经云，彼土树高400万里，不是400万丈，不是400万尺。或以观音中，释迦牟尼佛说，佛身，阿弥陀佛的身，报身，高60万亿，若有他，恒河沙游行。这佛的身像太高了，半边天呢。这天样高啊！这显得呢，佛高树低。树才400万里，佛身有60万亿，若有他，恒河沙游行，不成比例。佛坐在那个地方，树很矮啊，不成比例。怀疑从这儿来的，就量不相称啊。下面这是念老给我们解释：实则此亦无碍，这实在讲啊，这也没妨碍。为什么？种种说量。就是讲到数量，数量种种不同啊。戒随众生记忆，都是随机应量。故不拘于一个，不是一个个事。佛对于这个数量的时候讲的很多。那我们知道佛讲经听众里头有菩萨，有声闻，有缘觉，有诸天，有六道众生，也有鬼神。有时候跟这个人说量，有时候跟那个人说量，那就不一样了。那要给蚊虫蚂蚁来说，我们人这个高度，那蚊虫蚂蚁想想的呢，人也是像天一样高啊。所以这是佛对谁，佛跟谁说。参加法会听众程度不整齐。所以佛说一切经的时候，讲的量这个问题的时候，差异很大。这且此经具体是四事无碍，这一段话说得好。这个经的境界跟华严一样，清凉大师判华严经四种无碍，离无碍，事无碍，离事无碍，事事无碍，无障碍的法界，怎么说都可以此处高低纵然有异也。若广达若达，达是通达明了。你真正通达明了，广狭自在的玄门，是玄门里头。广狭无碍呀，大小无碍。
一切一切，一切皆一。啊，你能够理解实相吗？这个问题自然就化解了。啊，这恰如一切无碍之法界。这一段给我们说的量。下面一段呢，这是讲说的庄严。啊，分成两小段。第一段，众宝严尘。一切众宝自然合成。花果芙蓉，光辉遍照，富有红绿青白诸摩尼宝，众宝之王以为璎珞，云居宝所，施诸宝珠，金珠麟铎，周匝挑金，真妙宝网罗浮其上。这形容这个树啊，众宝庄严啊，我们看出去一切众宝，这一句一直到显菩提树之庄严，字字句句都解释这个问题。自然合成呢，表弥陀大愿大力之成就。啊，这在前面我们念过很多。自然如是，不加造作。啊，这些树没有人去计划，怎么样去栽植，没有人施工，也不需人照顾，啊，全是自然的，自然有规则，自然一点都不凌乱，啊，就自然合成。啊，自然是心得。前面我们讲过很多。啊，现在人任意破坏自然，这就错了。啊，带来的灾难。啊，福是开心。荣繁盛名利的意思。啊，辉同光辉之辉。意味此树啊，也是一切众宝啊自然合成。是故花果繁茂秀丽，光明普照。下面说富有相，第四句啊，显树上之庄严。前面三句是显菩提树的庄严啊，树上还有装饰，往生论记忆，往生论这首记也是讲这种事情，无量宝教录
罗网遍虚空，种种灵法相，宣图妙法印。正与此处经文相应，经中所说的璎珞、宝珠、宝网，皆树上空中之状。宝珠是树上，树上怎么会有宝珠？因为空中要架罗网，要有柱子把它撑起来。啊，这就有柱。宝网璎珞，宝网里头有璎珞。这是树上空中状元，寿命四色摩尼宝，此珠宝总是众宝之妙善，乃最上之宝，故称众宝之王。这个地方的珍宝不是普通的珍宝，可以说是一切佛国土里面众宝的精华，法藏比丘早年参访诸佛国度，看到这个东西好啊，将来在他的道场一定也有。啊，这就是四十八愿。不思议。神通道力之所成就。也就是佛在大经上常讲的，一切法从心想生，阿弥陀佛形象不是闭门造句啊，自己在家里想象，不是的，他是变法界虚空界一切诸佛刹土亲自去考察、去参学，啊，所成就的真实智慧、真实功德，啊，在极乐世界自然合成啊，所以这个境界是不可思议境界。啊，故称为众宝之王了。亦如是最上之宝作为璎珞。遍垂树枝枝条以为庄严，这个璎珞不是挂在脖子上，不是戴在手臂上，是挂在树枝上的。确确实实无价之宝，无价之宝挂在树枝上，每个人看到的欢喜，没有人把它拿去戴在身上，说明什么呢？极乐世界人没有贪心，
啊，极乐世界的人没有身见，没有我执，极乐世界人心地大公无私，无上珍宝让大家欣赏，让大家观看，不会一个人据为己有。啊，好东西都是公开的。这个世界美好啊。没有人收藏这些东西。没有人呢将这些东西据为己有。啊，换一句话说。人家心底清净平等，没有占有的念头，没有控制的念头，没有支配的念头，啊，看到这样无价的珍宝，最上之宝，就像我们野外看到树枝上开的花果一样，啊，我们尽心欣赏它，我们不会把它采下来。啊，从这个地方看到极乐世界居民心行的善良，这我们要学习的。我们这个世间珍宝也不少啊，啊，可是都把它开采据为己有，啊，都想控制，都想占有，啊，这就造成竞争、斗争、战争。这是愚痴，是蒙昧。造作无量无边的罪业。啊，这是什么原因？如果依照古圣先贤所说的，人心本善。人之初性本善，人就不应该有这种行为。为什么现在这种行为的人非常普遍？极乐世界无人，为什么没有？这让我想起教育。在极乐世界，阿弥陀佛教学没有一天中断了，天天在教啊。人心既然本善，每一天接受佛菩萨教诲，他的善会天天增长，他的善不会迷失掉。道理在此地，我们现在人心是本善，没人讲了，没有人提了，所以变成无知，看到每个人都争，他就参加竞争的行列，每个人都在斗，他去参加斗争的行列，啊，造作无量无边罪业，
罪业皆成，也是自然成就的。魔鬼出生地狱，下面讲云居宝所啊，云居宝所是什么呢？建筑物里头接头啊，把它锁住的，这叫云居宝所啊。最普通的在木建筑的里面常常看到，那古老的佛教就是宫殿啊，在北京故宫你进去你就会看到啊，梁柱之间啊，用一个锁把它锁住啊，像个三角形的啊，放的嘛也非常美观啊，两边现在用螺丝了，从前用钉子啊，把它锁住，那个叫云居宝所。啊，这时也讲得很清楚，此处指建筑物中相勾连之结构啊，云居乃宝之名啊，如无量寿经唐译本里头有狮子云居宝等，就是狮子宝、云居宝，应该是我们能注意可以看到这种云彩画的这个图案啊，所以它有狮子、有龙凤、有很多种啊，以为其所，故知云居宝所，即以云居宝所成之勾连结构啊。宝珠宋义云，彼佛国土有种种宝珠，借以百千珍宝而用庄严，所谓金珠、银珠、琉璃珠、玻璃珠、珍珠珠、砗磲珠、玛瑙布、玛瑙珠，这是单一宝，也有二宝合成，乃至七宝，七代表无量。那其不是数字，它是表法的。啊，七的表法是以四方、上下、中间，这就七就圆满了。啊，它代表圆满。无尽的珍宝啊，这底下讲金纯金，珠呢珍珠，极乐世界这些珍宝前面说得很清楚，都借用我们世间所有珍宝的名称来说它。实际上我们这边的珍宝跟那边相比那就差太远了啊，无论什么样的宝都不能相比啊。为什么？
极乐世界的一些物质现象是从真心自信里面流出来的，它是真的。我们这个世间所有一切物质现象是阿赖耶的境界相，假的，不是真的。像德国普朗克博士他说的，这是上一代，国际上著名的大科学家，大家晓得爱因斯坦，爱因斯坦是他的学生，这个人是量子物理学家，一生研究物质，物质到底是什么？他是追根到底，真的把这个问题解决了。释迦牟尼佛所说的，他把它证明了。佛说物质基本的单位，金刚经讲一合相，物质是一个，所有现象都是这一个组成的。这一个是什么呢？佛经的名词叫极微之微，很小，极微之微。阿罗汉的天眼都看不到。从前呢，没有望远镜，没有显微镜，完全靠眼见。要靠天眼。阿罗汉的天眼，普通阿罗汉能看到小千世界。小千世界多大呢？一个单位世界是一个银河系，阿罗汉能看1000个银河系，1000银河系之外的他看不到了，太远了。菩萨的天眼能看3000大千世界。菩萨的级别很多，原教初住以上的菩萨能看遍法界虚空界一切诸佛刹土。这是往大的。往小的呢，能看到阿赖耶，对，阿赖耶的三细相。佛在经上说，极其微细的这个现象，八地以上统能看清楚。这菩萨51个阶级，最高的八地、九地、十地等觉，再上去妙觉，妙觉是无上真等真觉。这5个位置都能够彻底了达诸法实相。那么今天科学还比不上他们。很接近，但是科学没有得到受用。菩萨们他的受用，
啊，所以波浪可以研究的物质。那物质佛所说的极微之微，他们找到了。啊，科学的名词叫微中子，没有比这更小的了。啊，这个东西不能再分，再分就没有了，就虚空了。所以他们把这个中微子再分，再一分果然没有了，物质现象没有了。啊，那是什么东西？是念头波动的现象。啊，所以布朗克的报告就说了，根据他的研究，世界上根本没有物质这个东西。这一句话跟《金刚经》上一句经文，凡所有相皆是虚妄，是一个意思。啊，被他发现了。啊，那物质现象是什么呢？物质现象是意念波动产生的幻觉。它不是真的。意念没有了，物质现象就没有了。啊，这个发现意义很深，影响很大。为什么呢？科学家自己认为，这个事实要成立，会把过去400多年科学的成就全部推翻了，因为那个这400多年的研究都是以物理为基础，啊，都认为物质是真的，啊，这一下宣布物质是假的，不是真的，真的是真的是念头，那就不是唯物了。要搞唯心了，啊，心能控制物质现象，啊，所以现在提倡以心控物，啊，最近这30年，许多这些科学家都向这个方向去发展，找证据。啊，证据最好的、最明显的证据呢，就是病患。啊，得重病，医院宣布不能治疗了。啊，告诉病人，你存活的时间只有2-3个月了。啊，他们就找这些病人。这些病人真的有奇迹发现。2-3个月之后没有任何治疗，并没有了。这是什么原因？去找证据。那但这些人多半呢都是信仰宗教的，啊，已经被医生判了死刑了，没指望了，所以不再想病，也不再想身体，一心呢就去天天做祷告，祈求上帝带他到天国去，啊，不想身体，也不想病了，2-3个月这就检查并没有。医院的发现这是奇迹，其实科学家知道念头，意念可以控制物质现象，这以心控物，啊，这个证据现在收集的很多，
啊，来支持这个理论。那说明我们的身体是这个健康，或者是带着疾病，都是我们意念善跟不善。善念是健康，恶念会带病毒。啊，所以佛说的好啊，每个人与生俱来身体里头就有因素，病毒的因，那什么叫三毒？贪嗔痴，这个东西是三毒啊。那要受好良好的教育，不贪不嗔不痴，为什么？不伤害自己。这个说的很有意思啊！啊，贪嗔痴慢疑，这一共是五毒啊，带给我们身体。心肝脾肺肾会感应这些疾病啊！如果我们把这五种断掉，不贪不嗔不痴不傲慢不怀疑，你身体带着病毒的这个器官会自然恢复啊，而且非常快。啊，美国夏威夷土著治病的方法完全是用意念。啊，这一位现在在世界上知名修兰博士啊，上个月21号到这里访问我，我跟他说，他们用的理念、方法、效果跟佛经上讲完全一样。啊，佛经有3000年的历史，只要真正肯相信，你得到病不治之症啊，只要你不要去再理他，一心念佛求生净土，你还有寿命，寿命没到2-3个月，你完全恢复健康啊。我们同学当中有个例子，刘素云居士得的红斑狼疮，那是最严重的要命的，医生跟他宣布不时活2-3个月，告诉他你随时有死亡的可能，叫他有心理准备啊。好在这个人不害怕不紧张，把生死看得很淡啊。遇到一个人给他一部无量寿经光碟啊，他开始叫听经，一天听10个小时啊，听经之外去念佛，2-3个月之后觉得没事，再去检查全好了，连疤痕都没有，所以医院感到非常惊讶啊。红斑狼疮听说也有好的，但是很少很少，纵然好了好了，疤痕在啊，他怎么疤痕都没有啊？问他又有没有用什么药物，没有，完全没有啊，生活正常
啊，医生相信他的话，这个人有一个长处，是现在世间人少有的，没有人能比。博望语一生没有说过一句假话啊，所以他讲的话没有人不相信啊，他不会说假话啊，非常老实。啊，听经念佛十年了，十年真有成就。啊，真念佛三昧，不能说大彻大悟，应该可以说得上是大悟。啊，没有彻悟，应该是大悟。没有学过的经教，他一看就懂。佛门所谓是一经通，一切经通。他有这个能力。啊，现在跟他学习的人不少。这是一个好例子啊，所以你有病重病，别先首先别害怕，实实在在讲，癌症我觉得 90% 是被吓死的，很冤枉啊，听到医生这么说了就怀疑自己没救了，最后真的就没救啊，所以得病不要去想病，想病就增长病啊，你想得好也是增长病，想得坏也是增长病啊，怎样是正如法呢，根本不去理会它，不要去想它，就没事了啊，我还听得有人告诉我，这医生讲的，得癌症，你要想这个病好，你就不吃饭，7天，你就试试看，7天什么东西都不要吃，喝一点水，癌症自然就好。什么原因呢？把癌细胞给饿死了，你所打的营养上通通被它吸收了，你在养它它就要你命了，你不养它，你7天的时候不吃东西的时候它就死了，癌细胞就没有了啊，7天不吃东西人不会死啊，会把癌细胞给饿死，全都是心理治疗啊！啊，念佛人最好的方法了，万缘放下，一心念佛，你的身体决定能复原，五脏六腑无论哪个地方有毛病，都能康复。你为什么不敢啊？决定不能要讲求饮食，不能讲要用补品，那全都是补的你的内脏里头一些病毒细胞，你补了它们生活越简单越好啊，啊，吃东西少吃一点好啊，不要吃太多啊。
啊，临经书之临，行似中而小，啊，叫临当啊。多指临终之目时，现在临终的摇铃里面的时候，很多是金属的啊，用以吉临时发生，临于多借妙宝所成，流出妙音。以上四者遍悬于菩提树枝条之间，故曰周匝条间。这是我们看到极乐世界宝树这些装饰，真妙宝王，王罗王啊，唐以月又以纯金珍珠杂宝林多以为其王，故知宝王啊，亦有金珠林多之所成，故云真妙啊。罗网它的作用是保护这个高等的这些艺术品。我们知道宫殿里面所谓雕梁画柱啊，啊，它的柱它的梁都是高级的艺术品，这就是人家讲的珍宝啊。有许多图案、花纹，啊，怕鸟雀去做窝，也怕呢人常常去摸它，那对它有损伤。那怎么办？用铜丝编的网把它围到，你在外面可看到，你碰不到它。啊，所以你在宫殿里面，梁上用网包住它，柱子也用网，多半用铜网，很细的铜丝保护着艺术品啊，这叫楼网。日本寺庙里头还能看到，在中国好像没有看到了啊，在故宫里头还有，一般寺庙里头没有了。日本的寺庙他们保存得很好啊，几千年的建筑，这个柱子坏了，换一根柱子，他一定要找同样的木材，同样的样子啊，所以他的东西能够长远保存，好像没改变啊。大殿里面有罗网啊，普通的你都看到，这个梁上的都有
啊，我们去参观的时候看到，啊，也有柱子雕龙雕凤，这柱子是非常之美观的，他就用一个圆圈为主，不让人去触碰，啊，不让人去摸它。罗浮罗开张罗列，佛是佛开啊，如是宝王，盖佛菩提树上，故云啊，罗浮其上啊，这个宝王可观了。菩提树那么高大，能把整个菩提树罩住。啊，而宝王里面杂宝林陀，装饰在这当中，不但美观，而且听到啊微妙的音声，啊，更微妙的。这些音声在说法啊，所说之法呢，就是你想听的。那这什么原因？是我们的念力不可思议。我想听华严经，听的就是佛在讲华严。我想听无量寿经，就是阿弥陀佛在讲无量寿经。啊，能随个人的心，每个人听到的不一样，一样的美妙，不一样的内容。啊，那么这个解释只有近代量子力学家所说的念力的能量无比的巨大，啊，不但能治生病，身心健康，还能治山河大地。山河大地是物质，地球上这么多灾难，念力可以把它化解。科学家已经提出来了，问题就是我们居住在地球上的人肯不肯干。啊，前年有一批科学家在澳洲悉尼聚会，啊，好像是两天的时间。第一天提出科学最近的报告，第二天呢，专门讨论2012玛雅灾难预言。研究用什么方法来对付，啊，美国的科学家布莱登，啊，这个也是专门搞量子力学的，研究意念这一门科学，他提出来，啊，他不承认2012是地球末日，他不承认的。啊，化解灾难，他希望居住在地球上的人民要觉悟，要回头。
弃恶扬善，改邪归正，端正信念，地球上的灾难可以化解。什么原因大家都知道，地球上这些灾难都是地球上的居民负面的思想行为所感应的。负面是不善的，是恶的，我们把负面统统抛弃掉，把正面的都找回来，这个灾难就没有了。所以意念能控制物质，这就是一切法从心想生的。一切法里头，心是主宰。华严经上告诉我们，变法界虚空界，这万事万法是唯心所现，唯识所变。唯心所现的境界就是诸佛如来的十八庄严土，唯识所变的这些现象是十法界一真庄严，这么来的。行善没有一样不善，心不善那就没有一样是善的。这个道理佛讲了三千年没人相信了，今天科学家把它证明了，我们相信，我们真干，我们没有能力化解世界的灾难，但是有能力化解自己的灾难，这是决定靠得住的。一切善念当中无过于听经念佛，善中之善呢，无比的善力。我们这一生有缘呢，遇到了，应该放下万缘，知道这世出世间一切法是假的，不是真的。真的不生不灭，真的是无量寿，是无量光，是无量的庄严美好，那是真的。那由此可知，真的只有西方极乐世界，与一切诸佛十宝庄严土是真的，方便同居十法界是假的，假的应该放下。真的我们应该要汲取，现在就要取。我们再看下面一段，应心无极，百千万圣互相应时，
无量光焰照耀无极，一切庄严随应而现。啊，这六句。形容极乐世界应现，应是感应，啊，这个地方的感是阿弥陀佛有感，这法藏比丘一切往生大众有感，弥陀应现，自信应现，自信是能应之体，离体，弥陀是能应的语言。因缘具足啊，所以极乐世界四土皆方光明，啊，四土平等，真有四土。四途当中没有障碍，所以一生一切生，我们生同居土，同时等于生方便土，等于生十报土，也等于生极光土，这是十方诸佛世界里面没有的，只有极乐世界有。啊，极乐世界完全是华严境界，一切一切，一切皆一。遇到了，不能不认真的。不认真努力，对不起自己，对不起父母师长，对不起诸佛菩萨。这个缘分得来不容易啊，百千万劫难遭遇。请看注解，宝珠放光，百千万色，这是说的色彩。如观经曰：“夜夜宝珠有千光明。”夜夜光明啊，八万四千色。如是，夜夜妙色互相辉映，弥增光力，故曰互相映视。我们这个世界也有。啊，我们看大建筑物里面，它的大堂大厅，现在呢都看到这个吊灯，水晶的吊灯，
啊，里面有几百个灯泡，小灯泡，啊，水晶珠，各种啊形式不一样，有圆球，有扁形的，啊，垂饰在灯的四周。水晶没有颜色，但是被这些灯光折射的颜色了，什么样颜色都有，看到变化莫测了。啊，这边看红的，那边看是绿色的，啊，那边看是黄色的，各种颜色都有。那实际上，这个水晶灯并没有颜色。啊，灯光折射之下了，会发生许许多种不同的颜色。我们这个世界有这个现象，极乐世界也不例外呀。它比我们的更美。啊，夜夜光明呢，八万四千色。夜夜妙色互相辉映，美不胜收，叫迷真光理。这个印象在极乐世界到处都看见。啊，故曰互相饮食，随处都可以看见。极乐世界广大无边际，不像地球有限量，极乐世界没有限量。啊，中国古人所说的两句话，在极乐世界应现的，叫其大无外，其小无内。啊，这不可思议。言火光向上，叫火焰。故光焰呢，就是光耀的意思。夜夜珠有千光明，经有无量宝珠。啊，故曰无量光也，照耀无极，无极是无有极限。光明的善好无有极限，光照的聚力无有极限。这是不可思议的境界，一切庄严随应而现。啊，景心大师说：“如来慈悲，善报所现，故应众集。现大小长短，一宝二宝，乃至众宝，无不是一故。”啊，一看到欢喜，每个人都看到，都生欢喜，叫称心如意。啊，这是如来慈悲善报所现。啊，这一句话也就是说，法藏比丘在因地无界修行，参访考察，
十方法界一切诸佛国土，取长舍短，这就是他的善报啊。啊，成就极乐世界，所以极乐世界是极一切诸佛刹土里面的精华而成就的，就美不胜收啊。任何佛国土里面好东西，你在极乐世界都看到；不好的东西，极乐世界你都看不到，没有，全是精华，集大成。啊，今天我们读的经是五种原译本的集大成。啊，念老给我们提供的这个注解，是经论祖师大德开示的集大成。与阿弥陀佛从四十八愿无界修行功德之所流出啊，真正不可思议啊。四十八愿就是汇集的总报告，他无界参访了什么？啊，总结就是四十八愿，而四十八愿就是西方极乐世界，自然出现。啊，那么也是众生，众生念佛功德不可思议。您念这一句佛号，将阿弥陀佛无界修行四十八愿功德统统在这名号里头，念这一句名号，把阿弥陀佛的功德变成自己的，所以业障不消自己消了，烦恼不断自然断啊，不知不觉业障烦恼没有了啊，这并不奇怪啊，有道理在里头啊。啊，所以应心也不可思议啊。一宝二宝乃至众宝无不摄意，都是随众生心应所质量啊，能随每一个人的意念自然产生变化，如是妙心普应群集。这个群集是来自十方一切诸佛刹土往生的人啊，往生的人程度不齐，上至等觉菩萨，下面到阿鼻地狱，各式各样的人都有。
啊，这些往生人与阿弥陀佛有缘，你这一生当中见过阿弥陀佛的像，听到阿弥陀佛的名，就跟阿弥陀佛有缘了。来生后世再遇到缘，你就相信了，你就发心了啊，也可能你就成就。是变化不取，业业圆妙，圆是圆满，妙是奇妙啊，玄玄世事无碍啊，华严经当中的世事无碍，在极乐世界通通见到了啊。下一段说法立身，这更不可思议啊！述说法的第一段，微风徐动，推诸之业言出，无量妙法隐身，其身流布遍诸佛国，清常爱量微妙和雅，十方世界音声之中最为第一。这还得了吗？啊，念老注解说，又显又灭这一段经文，显示数能言说妙法，不可思议之意。花草树木不但赏心悦目啊，风吹着出和雅音啊，像交响乐一样，非常好听。更奇妙的，他说法，所以在极乐世界修学，决定没有中断的时候。啊，离开讲堂，树木花草全说法。让你学习不至于间断了啊，这是大乘经要上所说的勇猛精进啊，哪有不成就的念佛人，真正念佛人，一个道场有一个，这道场就有福了，沾他的光啊！我在讲习当中讲过几次啊，早年年轻时候跟李老师学教，老师常说，他一生向上学没有这个能力，没有这种天赋，下学呢应该可以了。下学向谁学呢？向老太婆学，像这些阿公阿婆，下雨也学不得，学不到，雨不可及，
像那种下愚也比不上。但是上智跟下愚在净宗啊，它是平等的。他们将来往生，都是十宝庄严土上辈往生。啊，为什么？大师智所讲的那个标准，它完全相应。啊，大师智菩萨讲念佛的标准，八个字啊，度摄六根，净念相继，他做到了。啊，都摄六根，用我们现在的话说，放下万缘。啊，心里头只有一句阿弥陀佛，除阿弥陀佛之外，什么杂念都没有，什么妄想都没有。啊，心里头只有阿弥陀佛，口里头有阿弥陀佛，身体礼拜阿弥陀佛，除这个之外，什么都没有。下面。啊，净念这一句佛号，不怀疑，不夹杂。啊，一生一生不间断。啊，这种念佛人，你不要看他，你跟他讲什么，好像他都不懂。啊，他对你满面笑容，就是一句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你跟他讲再多的话，他回答你就是阿弥陀佛，除阿弥陀佛之外，他没有第二个念头。啊，死心塌地念一句阿弥陀佛，走的时候瑞香西游，啊，决定是欲知是知。讲愚不可及也。啊，虽然他没有讲经教学，但是他这种瑞相，临走瑞相，让人家看到了。多少人见到了，才真的相信，真的发心了。这些人全是他度的。啊，宋朝迎客的故事写在王僧传里头，写在净土圣贤录里头，不仅在当时寺庙大众被他读了，一直到今天啊，他是宋朝人，大概700年前的人，我们读的这个他的传记都受他感动。啊，真的不是假的。所以念佛人决定不能轻慢任何一个人。啊，你瞧不起他，轻视他，也许他的成就在我之上。那将来到极乐世界去看，他品位比我高好多。啊，真的不是假的。我们有过失，为什么起心动念有不善？他没有。他除了一声阿弥陀佛之外，他什么都没有。你这功夫还得了吗？啊，这是我们应该觉悟，应该提醒，应该学习。啊，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学到此地。